康建设团多，今日带你睇边个？今日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睇香港蒲仙同乡联合会啦。好，香港蒲仙同乡联合会欢迎你，谢谢，请进。香港蒲仙同乡联合会在1993年成立，共有120,000乡亲会员，5个团体成员，会所足足有1500尺咁大，平时大家都会聚集在这里举办精彩的活动，而且我还发现有一个很标志性的天后像。啊，是我刚进门的时候就有看到一尊佛像，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尊佛吗？是的，因为你很有跟我们妈祖非常有渊源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妈祖的文化。好呀。你看门口的这尊妈祖呢，是我们怀着虔诚的心从妈祖的发源地梅州莆田梅州请到香港来的。哦，这样子。所以呢它是开过关的，非常灵验。待会儿呢你可以拜一拜，保佑你工作顺顺利利。好呀。是，那你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牌匾，这个呢是清乾隆53年颁发的，它告诉我们呢，天后的原籍呢原本就是福建莆田梅州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墙上的这些呢，是我们历任的会长跟我们各级的领导拍的照片，非常有深刻的纪念意义。特别是我们蒲乡同乡联合会的一些成立的庆典活动，我们的当地的父母官都特地百忙之中抽时间过来参加我们这些典礼。福建莆田的都出了很多那个很优秀的那个菩萨嘛，对，他们都出钱出力，对我们乡会都出了很多力。这位就是我们莆田的先贤，黄志祥先生，大佬好。对，然后旁边也有我们的荣誉会长胡良好先生啊等等，陪同我们几位的这些领导。好，你看看我们的胡良好会长。以及历任的这些领导们，这个是我们的现任会长黄志强先生，这些都是我们历任的会长的一些花絮。这一次不是奖励大家打针了，他都捐了那个捐房子了，那些抽奖鼓励大家去打针打疫苗，就是沙河集团带头。哦，就是他们，就是捐房子那个集团是吗？对，信和集团的。那我的这一趟旅程呢，快要接近尾声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招待，谢谢薇薇，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参观我们香港蒲仙同乡联合会，跟疫情的日趋稳定，在这儿呢，我祝福我们蒲乡同乡联合会的所有会员。还有我们福建籍的乡亲们，乃至我们全香港的居民，以及我们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各位朋友，还有家人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安居乐业，平平安安，妈祖保佑。